啊，好痛，竹竿给我打断了。哎，少天嘛，那个就是你不还钱的下场。大哥，你再玩几天嘛，我真的没得钱得了啊。没得钱？我昨天看到你去买了两包辣条，老子都舍不得吃。好嘛，你赢了，我喊我哥哥送两包来嘛。要得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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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嗨，哦，嘿，夜灯呢？哦，在那边喽。艾森，艾森，你咋子了嘛？赚了粪坑头去了吗？你是恁个粪？没有。嘿，哈，嘿，嘿，嘿，哈，哈，哪个在背绕口令？你爸爸我再问奥特曼，说好的辣条你带出来了噻？啥子辣条哦？我不晓得。不晓得你还敢出现？出现了给他们嘛？你敢打我吗？打你啊！弄死你狗日的！你弟娃儿欠了我两包辣条。啥子？欠你两包啊？哪怕就拿命来换喽。是噻，识相点，赶快把辣条拿出来，老子饶你条狗命。要辣条不可能。好嘛，那我再问奥特曼在的发誓，今天不把你龟儿打出血，老子明天都不叫赛文。来嘛，打死那个狗日的！今天狗儿最近有点嚣张哦，你晓不晓得我是哪个？老子管你是哪个，欠钱还辣条，天经地义。那没啥子说的了。哎哎呦，你龟儿有点阴，老子阴你有哪门嘛？别吃了这个旋风爸爸掌。耶，这回我做个人很差不多啊。来嘛，那个墓碑石林头嘛，头里不得让你卷，放开放开。哎呦，说完关我屁事，又不是老子的，给老子趴起来，嘿，打！哎呦，帅哥，你抓到我的命根子了啊！抓你又啷个嘛啊？抓死你，抓你就是你啊！欠哪条不还，欠哪条不还？帅哥，你莫打我了嘛，衣服都给我整烦了，我回去送到干洗店去，还要找50块钱呐、啊！50块，你妈哪条都买不到，打死你个狗日的！帅哥，我错了，我还你两根辣条，拿起去嘛。